Good morning, children. 翻开我们的英文作业，第九页，记得也要写上今天的日期。我们来读一读。Find the missing parts of the picture. Write the correct letters in the boxes. 啊，这个是一张拼图来的，羊、山羊一个拼图。你看山羊。它的脚不见了，还有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它的尾巴也不见。这个呢？这个是它的脚。好，这些部分不见的也是在这边。A， 你看是什么来的？哦，山羊的脚。B 呢？哦，它的尾巴。C 就是山羊的脚。好，小朋友，我们来看 A 这边第一个头这边头。这个是山羊的脚不见了，我们来找 A、B、C 哪一个？对了，是 C。然后山羊的头这边，我们把 C 写下去。还有尾巴，尾巴在哪里？找到了吗？对了，是 B。所以我们把 B 写下去。好，脚，脚在哪里 ？A、B、C 哪一个是脚？对了 ，A。所以我们把 A 写下去。Circle the same words， 他要叫你们把同样的字圈起来。我们来读一读 ：goat， glass， glass， girl， 哪两个字是一样的？对了，是 glass。我们把 glass 这两个字一样的圈起来。Trace and write 啊，叫我们写一写啊。G， 我们先啊写一个 C 下来先，然后我们写一个横竖下来，就是我们的 G。等一下这个小朋友自己写，来我们来写一次，写一个 C 下来，然后我们写一个气。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下来就变成 G， 这两个等下小朋友自己写啊，小写的 G 也是一样。我们先写 C， 然后写一个竖弯钩啊，这两个也自己写，空格我们来写一次，写一个 C 先，然后竖弯钩啊，这个也是自己完成。下面点点点的。GOAD， 等下你们自己写，我们来写空格一次。GOAD， GOAD， 等下这个空格也是你们自己写啊。Glass 草啊，等下也是自己写。来，我们来写一次，写一次。GRASS， glass。啊，等下这个空格也是自己写啊。好，我们翻开下一页，第十页啊，我们也是照样写上日期啊。我们来读一读 ，read the words and color the correct objects。他要我们来读一读这些字，这个什么字 ？hand， fish， hat。小朋友还记得 hand 是什么来的？是羊还是母鸡呢？对了，是母鸡。等下呢，我们又去把母鸡踩上颜色啊，不要像老师这样子踩啊，等下你要整只踩到美美啊。好 ，fish 是鱼还是火呢？对了，是鱼。然后等下我们把鱼上色，踩美美的鱼。Hat 是帽子。我们来找啊，哪一个是草还是帽子？对了，是帽子。我们等下也跟它踩上颜色。Trace and write 啊，我们要来写 H 点点点。等下小朋友自己写啊，我们来写空格这边啊。我们先从左边写一个 E 下来，右边再写一个 E 下来。然后从中间写一个横，就是我们的 H， 这两个小朋友自己写，小写的 H 也是一样的，自己写
空格这边老师写一次，写一个意下来先，然后再从中间跟它转一个，还好像一个小门啊，这些等下小朋友也要写哈。Letter H, letter H 啊，下面 hen, H E N, 等下小朋友自己写，老师写这个一个给你们看 ，H E N hen, 好 ，hat 帽子，这个点点点，小朋友自己写，老师写一个 hat, H A D, 好，小朋友其他的你们自己完成它。啊，我们今天作业就上到这边，再见。